本分局稍早获报，在冈山区介寿路100号前发生一起六车追撞的交通事故，初步研判为汪姓男子驾驶营业大货车沿介寿路行驶时，未注意车前状况，导致追撞事故发生。经查，六名驾驶均无酒驾情形。本件事故造成一方车辆驾驶腰部受伤及乘客腹部疼痛，经送医后所幸均无大碍。